大部分人有很多都坐在那裡真的不能動的，動得都走了，那問題很大的，你就找不到地方。有隻鬼在後面追著你那樣，那個心態就哇，一看個日曆，哎，又一日又一日，但是個問題是我都找不到，即很焦急焦慮。大坑西村重建在即，现时离租户最后迁出期只是剩下不够三个月。即使居民能够拿到一笔租金津贴去租楼，在找楼过程里面，有长者因为年纪问题，往往被业主视为不受欢迎租客，被拒诸门外。年纪大，你退休，他担心你两样什么呢？第一，你交不起租。第二，你咁大年紀喺佢屋企發生咩事嘅話咧，佢啊東南西北咁揾啦，每度啊一間間咁樣揾，附近揾過，我亦都有過對面海揾過，咁但係咧，始終你都揾唔到七間地產商，佢都拒我於門外，係唔租嘅。有啲佢唔使問添，佢直情一睇就知道我嚟租樓噶啦。啊，咁佢嘅答覆有一間咧就話。我哋冇啦，租曬啦咁。其實咧，我心知肚明，佢就唔想租俾我。啊，我亦都帶埋個女，用佢後生啊嘛，佢去租。但係咧，佢見到係租俾我住嘅咧，亦都唔租俾我女。咁咪即係唔租俾我啫。其實就不過，即使現時成功租到私樓，係咪代表一勞永逸咧？第一年、第二年生死約嘅話，有咩事啦？唔好多人唔租俾你啦。咁你咪要搬一次咯。到第五年你可以當佢準時起好翻嚟嘅時間，咁你咪搬多次翻嚟咧。咁你前後加加埋埋，你已經搬咗四次。對呢個年長者，包括我嚟講，所謂五年之間你搬咁多次嘅話咧，你話有幾辛苦，唔使過多形容啦。除咗自行租屋，大坑西村背後管理者平民屋宇有限公司亦都表示，會協助居民申請過渡性房屋。例如是位于新界元朗的博爱江夏围村以及杏蒲新苑，有居民觉得难以接受。住回自己的社区这么多年，我住了40多年，对面那些阿公阿婆住了60年，要脱离那个社区是很辛苦的。为什么我们有一个社区，为什么要我搬到去新界的社区那里？全部新界社区来的，对不对？好多佢哋唔適應嘅，好似我而家嗱，啱啱先睇醫生嗰度，話全部都係依一區嘅，排到3月20幾號。譬如我搬咗去新界嘅，我又要哇又要走過嚟依邊，騰嚟騰去又要。喂，我都仲話好啲啊，雖然腳痛嘅，都趌到啊。啲老人家帶拐杖點去啊？你做住私樓至今仍然未有着落，侯伯已經諗過退一步。希望入住过渡性房屋，不过申请就非百分百能够成功。我有去过启德，我有过杏浦，又有去过长沙湾，又去过荃湾。我其实咧去过5-6間嘅佢个地盘啊。咁啊，我有申请。咁但系问题咧就系申请唔系话你申请咗一定得，我都未计佢话方唔方便啊。我当接受咗佢。去到元朗啊、天水圍嗰邊咁啊，舉個例咁，但係你都冇個單位，如果我想去，你都冇得俾我去。即係我話申請咗，佢唔係先到先得噶，佢係搞豬嘅。咁你搞豬嘅就係因為你單位唔夠啊嘛。隨住搬遷期臨近，長者租户入邊因為搬屋而產生心理問題嘅情況喺村內更加普遍。其大坑西一啲情緒有問題啊，或者精神有健康需要關注嘅個案咧，突然間升咗好多。嗰啲長者咧都係出現一啲焦慮啦，甚至係失眠啦，有啲係直情係特別係同屋企人有爭拗嗰啲啦，就係、是、一家人原來有幾個意見，可能小朋友咧就要快啲籤咗佢攞一筆錢。出去住啦，但系个长者就系因为揾唔到屋，所以就有一个疑惑。关注组亦都认为，现时无论政府或者系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，都需要给予居民更加多嘅协助，解决安置问题。政府以前系资即系房屋资助唔俾我哋，就剥夺咗我哋好多房屋上嘅公民权利。2021年12月10號城規會會議記錄都有記錄嘅，
就話屏幕屋宇咧要協助同埋幫大安西街坊咧物色居所嘅嚇。屏幕屋宇就俾咗地產咁嘅電話聯絡我哋，就幫咗我哋啦嚇。咁至於改造性房屋咧，佢我哋都係有好多街坊都未曾輪候到啦。呢種種以上嘅問題都未解決到，咁三月十五號點會係屏幕屋宇講嘅限期咧？